岂能無理放生？岂能無理放生？不應狼狽為奸。不應狼狽為奸。獨立意見又唔攞。獨立意見又唔攞。解釋理據唔清楚。解釋理據唔清楚。岂能無理放生？岂能無理放生？不應狼狽為奸。不應狼狽為奸。獨立意見又唔攞。獨立意見又唔攞。解釋理據唔清楚。解釋理據唔清楚。詞窮理屈。詞窮理屈。越描越黑。越描越黑。詞窮理屈。詞窮理屈。越描越黑。越描越黑。好，各位新聞界朋友，今日咧，民主黨再嚟呢度，就住律政司決定唔去檢控梁振英同埋周浩鼎涉嫌有關 UGL 一案嘅事件咧，作出一啲跟進，所以我哋今日嚟到咧，再有抗議，表達我哋意見。我簡略講講我哋嘅理據，再交俾林卓廷評論一下。大家都知道啦，琴日我哋嘅律政司司長咧，終於冇翻頭啦，深潛咗十日。終於上翻水，咁但係佢上翻水咧，並冇釋除到公眾嘅疑慮，佢講出嚟嘅説話只係徒添咗咧我哋更多嘅疑團，並且係出現越描越黑嘅情況，係冇人明白佢講緊乜。第一，我哋好不滿佢琴日咧一出到嚟第一樣嘢就係話要去政治化，佢係完全唔知道今次嘅事件之所以引起公憤。就是因為我哋覺得律政司嘅決定入邊牽涉咗政治元素，加入政治化係佢造就出嚟嘅。主要係因為成個檢控嘅程序同埋理據交代出嚟嘅理據都係唔清唔楚嘅。我唔太詳細去講，交俾林卓廷講下有關嘅理據。有關嘅理據大家都知道啦。我哋係。覺得佢交代不清，亦都只係透過一板紙咧，去到講解咧係遠遠不足，入邊嘅論據亦都係咧非常之貧乏。另外，好似我哋口號所講，佢並冇按照過去嘅慣例去到尋找多一個外聘嘅法律意見，去到咧以備嫌疑，顯出咧並冇偏袒，並且係公正嚴明。這個處理的程序本身就是好錯，正正是因為這樣它令到社會有感覺就是政治化。是不是因為梁振英身居權重，作為國家的領導人級，你不敢動他呢？還是有其他包庇的理由呢？這個正正是律政司造成的。現在反過來他用這句這樣說話，希望呢擾亂視聽啊，轉移焦點去甩身，是很無恥的。另外，佢琴日嚟到有幾個説話，佢係冇資格講嘅。佢叫我哋嘅傳媒朋友文明啲啊嘛，係咪？叫大家有啲規矩啊嘛。最唔文明、最冇規矩就係佢，完全破壞咗香港既有嘅法治同埋檢控程序嘅做法。琴日咧，佢不但只係冇交代清楚點解會有一個唔聘請獨立。法律意見的說法反過來呢，好像他平時那樣僭建竟然在原本上年已經交過給立法會的律項，律政司需要在有關案件出現有關律項情況的情況底下呢，是去到尋找獨立法律意見，其中一項很清晰，就是避免公眾有觀感是偏袒或者是會有一個利益衝突，是很明顯的。昨日他僭建，他說不需要，只是只有一種情況而已，就是如果牽涉到律政司入面的同事，可能因為這樣從而他自己合理化了他的情況，因為他那宗僭建案有份，是不是？我覺得這個是很離譜的僭建。要知道一件事，律政司的檢控制度不應該因人而異，不應該因為今天你鄭若驊有這些喜好或者判斷而推翻過去二十年回歸之後二十年的做法，而這個做法亦都是統一一致的，牽涉到權貴、位高權重的官員，以至呢社會上很有影響力的人，為了避免有這個偏袒
或者互相包庇的嫌疑，避免有利益衝突的爭議，都會聘請獨立法律意見。但今次呢，他又再一次使出他僭建的絕招，竟然連這些執行程序都僭建。我們覺得鄭若驊是好離譜，是不是？是。詞窮理屈，詞窮理屈，越描越黑。詞窮理屈，詞窮理屈，越描越黑，越描越黑。我先交俾我可以俾阿林卓廷評論幾句，跟住如果在席嘅朋友如果有興趣都講幾句啊。唔該啊，尹兆堅，各位傳媒朋友，各位黨友，琴日我哋見到鄭若驊出嚟所謂解釋律政司的檢控政策，他的說法是令到我們市民非常震驚，亦都是震怒。因為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突然間重新演繹過律政司多年來的外判大律師的政策。外判大律師的政策是說得很清楚的，為了避免公眾有可能的觀感認為律政司會偏頗或者有利益衝突的問題，就要外判大律師尋求獨立意見，個用字是可能的偏頗觀感。但是昨天鄭若驊的說法是什麼？他認為是沒有顯性的偏頗。第一，他是不是公眾啊？他只是律政司司長，他不可以代表公眾去說話。第二，個守則並不是說要顯性的偏頗，而是說可能的偏頗觀感，就需要外判大律師了嘛。他何時是改了個守則的？他改了守則有沒有公開來立法會說過？有沒有跟傳媒和公眾事先講過的？還是他改這個守則就是因為梁振英案他才去改的？那是不是幫梁振英度身訂造，去幫他開脫？記者朋友問到，喂司長，還有很多其他前高官的案，他們都不是律政司的同事，都有外判大律師，那他怎麼說呢？他就說我不評論以前對與錯。你律政司是一個政府部門，你的政策應該是有連貫性和一致性的。你這麼多任司長的做法你突然間改，那是不是之前做錯呢？是唯獨你鄭若驊才對的呢？之前這麼多司長為何外判大律師？其實清楚明白在他的聲明中講了的，就要避免公眾認為律政司有偏頗的觀感嘛。為什麼你掩住自己雙眼，塞住自己的耳朵，就說我評論一句就想著蒙混過關呢？你解不通的事你就說我評論以前的做法，這些是強盜邏輯，是無賴的做法。而更加無賴的是他說，喂，見到有很多人質詢他關於梁振英的檢控決定，他叫這些人不要將法律問題政治化。現在提出問題的不單止是我們一班立法會的同事，不單止是很多公眾，還有法律界人士和大律師公會，大家都是用回你政府過去那把尺來問回你，為什麼今天個龍門搬了啊？這些都是很合理的質詢來的嘛。你如果有道理的，鄭若驊應該站出來解釋為什麼把尺不同了，為什麼龍門要搬，就不是去抹黑一些提出合理質疑的人，
話佢係將法律問題政治化。嗱，我喺度呼籲鄭若驊唔好將律政司同埋律政司嘅檢控政策量身英化，閉門造車，顛倒黑白，摧毀既有制度。這個就是律政司梁振英化的趨勢，我是非常之擔心的。我要求律政司是要正式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詳細解釋他不檢控梁振英的理據。第二，不外判大律師陳大律師意見的原因。第三，是重新考慮將案件外判給獨立的大律師去做個法律諮詢，絕對不應該閉門造車。鄭若驊昨天說這個是基本法賦予律政司司長的檢控責任，這個從來沒有爭議的。你就算外判大律師，他的意見都不可以取代律政司司長的決定的，最後是否檢控都是司長做的。但是你不應該跳過一個行之有效的程序而閉門造車，隻手遮天，自己決定了去放過梁振英這宗案。這個是嚴重損害緊公眾對香港法治和廉潔的信心，亦都損害緊整個律政司這麼多人員的公信力。鄭若驊，不要一味批評提出合理質疑的人士，他應該撫心自問，你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理據去解釋？如果是的，你就不要擺一板釘子的所謂聲明出來，應該好像過往那麼多牽涉前高官當時律政司的聲明都是很詳盡解釋，去到成十板子都有的。最後一點，我提醒鄭若驊，他是國際仲裁和調解的專家，他並不是刑事檢控和涉貪案的專家。以他的專業，他去處理一宗這麼複雜、這麼敏感的、這麼重大的梁振英涉貪案，而不去找獨立的法律意見處理，是非常令人擔心的。我希望律政司司長他會重新考慮外判這宗案給獨立的大律師，以及必須是在未來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親自出席解釋，不要再拖延。多謝大家。詞窮理屈，詞窮理屈，僭建規則，僭建規則，越描越黑，越描越黑，詞窮理屈，詞窮理屈，僭建規則，越描越黑，越描越黑。剛才林卓廷都補充翻一啲嘅資料啦。老實講，琴日嗰個記者會咧，如果淨係我哋交代清楚公眾嘅疑慮咧，其實可以唔開嘅，因為佢係冇講過任何咧關於嗰個我哋認為好唔清楚嘅一頁紙嘅律政司唔檢控梁振英同埋周浩鼎嘅聲明，係冇任何新嘅解釋，即係叫各位傳媒學家、叫市民睇翻嗰份聲明。佢琴日出到嚟咧，擺到明係為咗要轉移視線，不斷咧用政治化啦，佢係獨立啊，不偏不倚啊等等嘅理據，並且僭建咗個新規則，就係剛才我哋所講，佢話只係牽涉到律政司入邊嘅同事先至會聘請獨立嘅法律意見嘅啫，否則係唔會。即係過去咁多任律政司都係錯嘅，係咪啊？跟住佢就話我唔評論以前嘅做法，我大佬呢個真係簡直係夾硬洗牌重來。嘅一種做法，亦真係明顯係搬龍門。因此，我哋手上你見到有個
龍門啦，係咪？咁我哋喺度啦，重申多次，我哋要求佢咧釋除公眾疑慮嘅話，希望佢亦都真係可以顯出會捍衞香港法治制度嘅態度，唔好真係梁振英化，固然係差啦。佢而家仲有少少董建華化，就係咧，即係越董建華嗰邏輯就係留低俾離開，更要承擔責任啊嘛，係咪？做錯嘅反而係承擔責任嘅表現嚟嘅，而家係。咁所以嗱，我哋而家咧有個儀式係嘛，阿平啊，將我哋而家有個鄭若驊嘅龍門啊，搬咗好耐噶，我哋抌鬼爛佢啊嘛。我哋睇一睇先。我哋哎呀，各位朋友一齊幫手啦。好嘛，一齊即係最緊要解實啦，解實。嗱，呢個咧，我講多次，呢個係鄭若驊僭建嗰個龍門啊！呢個係僭建嘅龍門，不斷有新龍門僭建。咁我哋而家咧拆毀咗佢，跟住掟翻俾佢唔要啊！我哋要一個咧統一嘅律政司統一嘅規矩啊！冇理由因為鄭若驊個人嘅喜好意見而將咧過去多任律政司嘅做法咧個一貫性打破，呢個係完全不合理嘅。睇邊個啦，好嘛？一二三。不要搬龍門！不要搬龍門！不要搬龍門！詞窮理屈！詞窮理屈！越描越黑！越描越黑！僭建規則！僭建規則！鄭若驊可恥！鄭若驊可恥！越描越黑！越描越黑！詞窮理屈！詞窮理屈！僭建規則！僭建規則！不要搬龍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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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咁就有冇補充？有朋友想講？好，荃灣區議員李洪波想補充呢句。唔好意思啊，我都唔係好習慣喺呢啲場合佢邊咁樣講嘢。不過咧，我即係尋日睇阿司長佢嗰個講嘢咧，我只想用五個字去形容，佢睇住火品。我同大家講咧。過去律政司在處理好幾宗的一啲嘅案件，包括胡仙案啊，包括其他阿梁錦松等等嘅司長咧，即係最收尾，即使阿梁愛詩司長佢冇告胡仙，我覺得佢喺立法會嗰個表達咧，仍然係講咗呢啲佢自己信嘅嘢，我覺得佢自己會信嘅嘢。但是我覺得鄭若驊司長佢昨天講嗰啲嘢咧，根本是完全是冇誠意去答問題嘅。點解話越睇越火品啊？淨係嗰個記者會已經火品啦。你叫記者們係文明啲，但是你有冇誠意開呢個記者會咧？你求求其其講咗十零分鐘，匆匆忙忙 call 記者嚟去開會。整個問題十零分鐘點樣解答咁多咁複雜嘅問題啊？每一個記者問咗一條問題，跟住冇機會再問㗎啦。佢答嘅問題根本就荒話連篇，不過對唔住，你唔可以再問啦，你唔可以再追問啦。結果就係嗰啲問題係冇得深入去討論㗎，根本就唔係討論問題。最討論最討厭嘅就係佢又強詞奪理啊！擺成個司長府，你班話強詞奪理啊！人哋話：喂，擔心你係會畏懼權威啊！梁振英嗰個權勢，你唔夠膽係告佢喎。人哋有咁嘅擔心喎。咁我倒翻轉就答你話：律政司梗係要獨立啦，我係要乜乜乜啦。嗱，如果你咁樣講，你告梁振英嘅話咧，我就好相信你係好獨立啦，我絕對相信。但你而家唔係啊嘛，你唔告啊嘛，你又放過佢啊嘛，你點令到我相信你？唔係基於佢嘅權勢，你唔夠膽告佢啊！佢係國家領導人啊嘛，你唔夠膽告佢啊嘛，正因為咁先至覺得你係令我懷疑，你係牽於佢權勢啊嘛。嗱，倒翻轉，你如果係告緊佢嘅，我就絕對你係相信你係獨立地判斷，唔係基於佢嘅權勢啦。你而家唔係啊，你係放過佢啊！我覺得所以話佢係顛倒是非。令到我越睇越火品。我再三講，咁多個律政司，個個唔同嘅人，或者個某啲人，
我覺得我都尊重嗰個法律嗰個判斷，嗰個佢哋嗰個判斷。雖然我未必同意，但係今次嗰個事件，阿謝瑞華係完全破壞咗香港嗰、那個嗰、那個整個嗰個最後不畏權勢獨立判斷嘅一個咁樣樣嘅法治嘅觀念啊！所以我冇辦法，實在係火滾加火滾，我想用呢個説話去形容。好，有冇其他意見？好，冇啦。咁我哋今日行動完，但係咧事件未完嘅。咁啊，仲有交信啦。另外咧，阿鄭若驊咧，其實琴日已經有少少露咗端倪㗎啦。佢係咪會喺嚟緊28號嚟到立法會咧？下個月28號啊，佢都話咧要考慮嘅，未必會出席㗎。咁我覺得咧，佢避唔到一世㗎。我哋係唔會放過佢，會輕輕咁樣俾佢咧，自窮理屈之下咧，求其其用佢上次僭建事件走甩嘅時間策略啊，一路氹氹到尾咧，就有件事完咗落去啊！我話俾佢聽，佢今次走唔得嘅。我哋而家教訓，希望律師有代表，我哋俾埋個龍門架啫嘛。自窮理屈，自窮理屈，越描越黑，越描越黑，僭建規則，僭建規則，自窮理屈，自窮理屈，越描越黑，越描越黑，僭建規則，僭建規則，自窮理屈，自窮理屈，越描越黑，越描越黑，僭建規則，僭建規則，自窮理屈。自窮理屈，越描越黑，越描越黑，僭建規則，僭建規則。我今日行動到呢度，我哋嚟緊翻去會再開會傾一傾，我哋嚟緊會點做，亦都會同其他民主派同事咧再夾一夾。